好，这边我整理一句啊，身为工具人就该工具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企划，看一下你们的男友平常在工作室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。那我今天决定是用一个突袭的方式，是没有事先告知的，请管理员帮我开大门，然后我从楼梯走上去，然后再去按男友的门铃，那看一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基本上呢，我想他应该会，你怎么现在来了？应该是会这个反应吧。那因为他平常早上其实都是没有整理头发的，我在想，说不定待会大家有机会看到他只穿内衣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先到他的住处吧。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刺激呢？那突袭一下你们男友的住处，这个算是他的工作室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里面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到地上去吧。现在看到这个场景，有没有觉得好像在演都市传说？我想来验证一下男友的工作室有没有什么灵异的状况。现在我觉得非常紧张，因为觉得他等一下应该会觉得为什么我过来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楼层，我现在有点喘。不是因为这很恐怖，是因为走到天窗。现在我按了门铃。江江，干嘛？看一下。干嘛？未来很久，果然是这个反应。今天我要来突袭你的工作室。现在很乱呢，我都还没整到。没办法，我们就继续突袭吧。哇！进来里面之后，发现男友的工作室十分的小啊，这根本就是蚁窝啊。这边是算布景吗？没有，就随便用一下而已。阳光照在金色的沙滩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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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一个海滩呐，哇，这罗曼蒂克，你看，还有蓝色的灯光。这边要放器材，三大箱都器材。哇，器材都在这边，很乱的。这边价值不菲哦，改天要抢，我看就来抢这边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头皮水啊，保养头皮啊。对，最近熬夜怕掉头发，怕掉头发。那看一下厕所。哇，厕所不要吧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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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厕所不要不要，想不想厕所太丑。这个厕所有点脏乱，就只是拿来上厕所而已啦。然后这边有一些清洁用品是吧？对啊，那我的漱口水啊。哦，漱口水，还有我的面膜，口气芳香哦。这我的面膜，这边还有面膜，韩国面膜。这个韩国面膜。哎，你先帮我买饭好不好？哦，我肚子好饿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吃。你们的男友还没有吃饭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快送饭来？没关系，我帮你们买。男友，我今天想吃什么？让你跑太远了，楼下有一间那个肉羹的，帮我买面卷，大碗。待会我们就买完饭，吃完饭，带大家来看一下男友一整天都在做什么。我相信他现在是刚睡醒，刚起来，刚整理完，所以说你们没有看到他最邋遢一面，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。我们先去买饭，这次往下走比较轻松。我们现在已经到男友要吃的这间面羹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帮他点餐。那我们现在先在这边等老板娘他们做我点的餐点。那我是点了两个综合羹，然后一个是面，一个是饭。待会啊，我吃完之后，然后带大家看完男友他平常的工作内容之后，然后我会去拜拜。那去那边的话，那边是妈祖庙，
它主要就是平常定时我们都会去那边拜拜，然后不管是平安啊，或者是在工作上更顺利这样子。买完了。好的，男友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你的午餐了哦。这个是你点的，综合面羹。对，你这个70块，饮料25啊，加起来就15，你自己知道的。那么便宜还跟我计较？嗯。当然要计较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没听过？我好像。今天第一餐，现在几点了？哇，还快一点了，才吃第一餐，早上没吃。唉，太辛苦，太辛苦了。我也还没吃啊。那因为男友啊，还有剪片啊，他没有办法浪费太多时间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快速吃一吃，吃完就带大家上去看他剪片，然后看他的工作事项。是吧？你先上去忙，好，这边我整理就好。好，身为工具人，就该工具一点。吃饱就想睡觉了，吃饱就想睡觉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整理完了，然后准备要上去看一下 Leon 他的工作内容。准备上楼啦。认真的在剪辑中哦，看一下，稍微剧透一下哦。楼上这边好像也没什么好拍的。平常因为他要7点发片嘛，现在改7点发片，所以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就要赶快把它完成。那就像我讲的，5分钟、10分钟影片，其实他做起来全程制作后，大概都要花5到7个小时，包括剪辑。上字幕、特效、音效这些全部所有，它等于像是在做一个微电影的规格，在看待一个影片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大概稍微看了一下他的工作之后，待会我们就不打扰他，我们就先去做其他事情，先去拜拜一下。那我们就先出发去庙里拜拜喽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